女飞踹笼中猴，网友怒呛：应该换他关进去。是啊，这位小姐，你有什么问题啊你？脸书粉丝专页，欢迎来到鬼岛台湾。昨天分享一段影片，只见一名女子拿东西动动笼子里的猴子，接着竟冷不防地踹向笼子，让猴子吓到不行。今年八月就曾有大业大学的学生甩炮虐兔，涉犯动物保护法，可罚15000元到75000元罚款。对于这名女子飞踹猴子，气愤的网友痛批：脑残小屁孩，应该换他关进去才对，叫他出来面对道歉吧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